会饭。要不要再讲一次？会饭。哎，会饭的。来了来了，要怎样过？台湾国语对不？啊，不，你还叫高嘴塞，就是这点的高嘴啊，对不哈？要做香菇什锦会饭啊，然后来看一看。哎，我你讲的真溜哎。当然了。我大概讲的，那大概拢安尼啦。这里我台语国语拢会通。哦。啊，来，妈妈，阿记耶，你也拢你唔知讲要买什么菜喂？嗯，唔知要买什么菇类？对、啊，没有关系，你到超市去，它有一盒一盒的。哦，综合菇，综合菇，哦，没有错、嗯，就是这些，有没有？或者是只要看它上面写菇，你就买回来。哎、欸、啊，但是要综合啦。柳松菇啊，什么菇啊，鲜香菇、啊欸、都可以的哈、哦。但是平常大部分都是这样，鲜香菇啦，哦，杏鲍菇啦，金针菇啦，木耳，这四样就够了。对，这样就把它加在一起而已。好，好不好？那金麦这菇类当然要怎样？炒香。诶、欸，跳！我相信妈妈马龙唱。凤叔赶快跳啊！好啦，我自己点点哦，让我看美食风味。我打开嘛来看。对，好来，那这边香油先好几碗哈，香油用香油。差啦，对不？对啊，再把这。我边边嘛徛真久呢。哦，徛到今仔拢五岁啊，公。啊是哦。加减爱有了解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菇类两种先下来哈，先把它炒软炒香来。一定要把这锅堆的胖多吼，先啊炒出来，因为这胖多那炒不出来，但呢，你会换的汤头绝对是清的。那我们要增加那浓郁感，一定要把汤头拔点出来，就把菇类先打炒胖出来。炒胖，嘿，这第重要，这唔好忘记的吼，因为恁大部分伫厝吼，拄着这锅堆啊，啊汤弄的落去了，锅堆啪就个落去啊。那无菜这锅堆也香味对不？对，那无去啊。好，啊，哦，因为这吼足紧个色啊。对。来，这木耳嘛是爱炒一下哈。哦，每个包一个就行。来慢慢炒啊，炒，这木耳青灰。青灰赞啊，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，我那个假青灰，假一个木耳，好，来青灰一下。来，好来。好，可以了。多久啊？多久？就差姐啊。好，再炒嫩哈。炒嫩，咱再来加多久啊？好棒哦，这么多菇。啊，但你感觉讲这锅类对不哈？它整个就很香的，真的。对。好，再来现在呢，我们把水把它加进来。加一点。你来做会饭嘛哈，最爱加水淡薄啊哈。这么多、哦？哦，多，但你哈，但这、嗯、你这当卤蛋温加呢？开始凉的，先爱食会饭，因为会饭高高，它可以保温。嘿，对。所以你别光讲能煮的另起啊。对。因为说吃到哎还羞羞啊呢。对。要比较能保温，所以现在冬天我们吃便当，我们常会叫会饭便当。哎，行哦。哎，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今麦哈，你也看嘛，咱锅里今麦汤啊对吧哈？嗯。其实还不够。还不够。我们因为呢，其实香了，但是我自己我看骨膜。无法多，我来讲你较计较，我刚刚那个不够香，我们要把菇的香味再把它提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来，怎么办？来猜题，我们第一个香味要怎样才能够提出来？对啊，这个东西呢，能让菇类呢香味更提出来。好，请看，淋巴的控制不？哎呀，所以一定要找你来做素食料理啊！哎，你也可能没有刚刚我讲，这样一定要可能啊！花椒，可是你放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怎样？多少人开心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些时候你平常吃素吃不到这些东西，比较不会用这个来料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又想要那个味道，像花椒就很香，再放几颗花椒粒。啊，那这锅堆的一滚到旁边出来料，加个花椒粒嘞，哈，金麦皮那是胖啊。又滚个路胖，对，路滚路胖，哎，对啊。所以花椒除了在麻辣之外的这个，也可以来煮汤，它就变香味。对，嗯，对，先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先配薄配薄。安尼你个满足啊？嘿，我是不要给。妈妈满足啊，还不满足，对不对？妈妈应该也跟我差不多呢，跟你差不多。那你是哪里不满足？但是我还不满足，很孤吗？没办法，再来第二个。你叫你该叫孤魔塞尔了。我多啊，因为呢，就是要让这个汤呢。更好吃，等一下会饭弄上，哇，一口接一口。人家领金了，那一天看白宫到底给搞是给搞啥？来，请看，冬菜当菜哦，素冬菜哦，真的哎，这汤啊，哦，
增加它的咸香度，梅子的味道，对，增加它的咸香度，那然后我们把它加进来，只要这么一点点而已哈。我跟你讲，那整个菜啊，改变它整个味道出来。刚刚花椒粒有香味，对不对？冬菜有它的咸香味，真的。那你看菇，整个菇类在里面跑，有没有？多加了，好像多加了两个香料，这样下去的感觉。哦，打那屁股够胖的呀！来，那现在我们再加一点盐巴进来啊，盐巴进来。再来，我们这边呢还有素蚝油。蚝油，对。哦，素蚝油刚刚不是在炒的时候放下去？不用，不用。那因为呢，我们把它加做颜色，然后提它鲜度出来。酱油用就对。对，当酱油跟味精。这样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哦。那我们在加颜色的时候呢，就小心不要加太浓。妈妈有时候在家里面，如果你不想要加味精的话，其实或者是你的可能你没有现成的高汤，对，如果你可以有那个酱油味的话，可以用蚝油做。蚝油可以啊，做一点提鲜味啊，有没有？再提鲜味。对，来胡椒粉，香味。对，胡椒粉再加进来，那整个满满浓郁的香味都在这个汤头里面了啦，很浓的感觉。我还是一样。自己试吃一下，有，哎，一根木须高高的，哦，有干净的感觉啊，好棒，真的。等一下，詹姆斯哥贝加妈妈用一条罗大灯，就做出规大鼎的砂锅肥肠哦。这就是一条咱外头买大卖场里边的肥肠，一条够吗？一条唔够，因为等你煮起来不是干咱一条，但是一大卡。等你那个坑两坑落去，好一鼎看，跟咱足大鼎。哇，可以来宾的 DUB 啦，啥物拢好你来。哦，吸汤汁啦，哦。哦，超过味，规鼎啊，旁家领导规厝边隔壁拢同款。哦吼，实在太好了，一条卤大肠都会当做出规大鼎。满满猪油香，佮真够味的好料呢！奇奇官上钓。好棒，真的，香味整个哦飙出来了。来，莲藕粉。莲藕粉。来，咱看一下 K 姐哈。好。然后呢，因为咱。来，妈妈，妈妈看到你看，几粒都几粒啊？因为它本身就有点稠稠的，再加一点点就有了。对，我们就像这样子就好了，不要太浓的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就好了，来，我们香油再一点点进来。香油，好，真的。再来呢，我们把它加在旁边哈。嗯。你知道家里面有这些菇哦，像木耳，有些时候它你在家有干的，发一下就可以用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好。哦，赞啊！再来呢，海苔丝有海味啊。哎，这样你要把它加在这上面了。这叫素海味。对。哇。好。安妮，就一道很好吃的烩饭了。来来来，请吃。